阿是在地新闻，你这个乌鹰直升机失事瞬间的前总署官长韩正宏，陆军全校特别设置一座勇士顶峰的雕塑来加纪念。总统蔡英文一透早都到桃园的龙潭来主持着仪式，所以蔡总统嘛去参加着三军士官的新生联合的开学典礼，来鼓舞着士官的士气。那比爱心，搁比赞，三军士官新生联合开学典礼，蔡总统是头一位参加的三军统帅。今年是第二摆参加中科院连续两天的透早，伫东部试射新型飞弹。中国军机伫三平空域应变区活动，美国电侦机嘛为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往中国外海增速。总统王金平去海峡论坛。蔡总统无闲，因为即摆重点是勇士顶峰的雕塑。韩正宏总署官长进前巡进，雕塑的上面顶有印伊的面。像是去年开始的荣耀传承日，或是今年通过士官长专业加级，这都是韩总士官长所做的贡献。蔡总统将韩总署官长夫人的手牵掉的两人讲话讲真久。即要开始推动行政事官制度的第一步，韩正宏都因公顺政，总统希望伊的理念继续传承落去，也感谢现场热情的少年人加入保家卫国的行列，为国军注入心血。